今天晚上住这间。丽晶站酒店。上楼。哎，电梯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K 九哥的生活点滴。今天来到新北泰山丽晶站酒店701号房，来开箱这间的房间。哎、欸，我爱取电的。好来。好，再爱插卡取电，卡多少几百块啊？哦，伊一间甲昨个间比起来哦，伊长度甲昨嘛可能差不多哦，吼。差不多吧。长度有够啦，但是伊跨度有。做矮。门窗坑的，就剩一条巷啊。要剩一条走道啦。啊，但是伊床，我感觉伊床就比昨较大。较宽。长伊宽度，甲长度伊伊个长度吼，我会较会痛处理。啊，即卡片插落了，伊电视开开啊，啊，即伊个门面啊，啊伊个台灯即拄啊开啊，佮出控室诶，佮温端咧，佮咱加亮，对，即安尼关，吼，两端吧，用铝诶吧，啊用铝诶啦，哦铝光，哦，第一件看只先进咧。这你现在碰一下，碰一下哎。系啊，好。我来看伊的插座，看这间的插座够足济。哦，昨个间插座实在哦，有够失败啊，无几空就煞，佮拢正常。你的有床头白有？咱拢买伫床头充电。哦，你看嘛，这个就袂歹啊，床头一个，啊，再一边，这边嘛是床头一个啊，拄好床头拢装两个，安尼。啊，你袂歹啊！人啊，人主要拢伫床头遮咧冲啦。啊，昨迄个敢知影？昨浴室啦，两空啊，白迄个冰箱一空，下骹搁一空，浴室拢总三空啦。啊，冰箱遐有两个插座，一个插冰箱，搁剩一空。啊，除非你电视改种电视盒卖用啦，吼啊，无你着全部就是三空四空尔。你啊，电视甲电视盒卖用着五六，啊，冰箱你也无冰。无冰物件，像我拢一定有冰物件，所以冰箱一定爱用啦。啊，这间有，菜，这可以唔知好无？也是衣橱吗？无奈碰安尼。啊，来来来，也是诶，这间啊，这，诶，拄下毋是间便所？诶，问恁住毋是去便所吗？啊，这是一间啊尔。这，这间啊尔。爱经个便所尔啊！哦，伊一间干湿分离的。我是讲这、哦、这是啥物件？干湿分离，啊，搁有一个浴缸来。好可爱哦！这也太小了吧！啊，伊这间，伊这间人这间干湿分离就无像咱做个半套的。嗯，这咱个间做半套，迄水嘛是拢流出来啊。哎呀，啊，这间就做全套的啊。哦，乖。啊、我这便所甲，但是伊浴缸较伤细吼。边仔看下只古锥呢？高水都无效，人都倒袂落，是会落啦。啊，一个大大镜子、哦，大镜子，我感觉这新鲜啊，伊这刚刚无到十栋，刚学十年尔。这袂歹，这看下规个那新鲜的啦。足高级的，备品。是啊。哦，诶，刮胡刀啦，刮胡刀两支。哦啊啊，这啥？啥文吧？浴帽啦，浴帽两个啦。嗯。系啊，啊。就梳子嘛，两支啦，啊，这牙膏、牙刷四支啦，这就是用棉花棒啊，扫门、面纸盒，啊，四个杯子，嗰些插座，这就是要吹浴室有，就是讲要吹头毛的啦。哦，一间浴室厂里内底，拄仔我无看遐干白做尔，啊。四瓶矿泉水，四个杯杯，啊，这个一个插座，这就是要你若要用烧水，通好用。真的很够用。哎呀、啊，一间，一间吼，基础拢有。一间的迄落插座就袂歹啊，来看伊冰箱，再换一台冰箱。
这台啤酒跟咱差不多。哇，伤浅啦，靠，佮佮比上较悬一点点嘛，按个伊较浅。较浅。嗯嗯。伊会较有较深吗？较长的。可能会较有较深一点，感觉。一个都。迄个加温的吧，迄、那个冷的。哦。咖啡。咖啡四包啦，啊茶包，哦，等下泡一下乌龙好无？我已经一干无啉茶。伊有送两罐茶嘞。哎，这无啊。这把是面子盒了，大家可以穿一下烟壳，给他看无。哦，白少，白少呢啊？哎，还袂歹呢。分离的还袂臭啊？分离的嘿啊！你若带人带，要洗身躯，伊要放屎，啊，伊在放屎时，人想要洗身躯，那会当用啊？伊放了是搁臭，但是有一个缺点的是，有的人要先变塑料，还要洗身躯。你就爱，你若有的话，烫了了再当放。哎，啊，你即摆你就是爱放放，还搁去。哎呀，有好有歹啊，但是我感觉安尼较好啦，安尼较袂讲。伊拄放了啊，我阁要洗身躯，阁一个臭味啊。嗯，拄好我印象才加一个厕所呢。伊即间倒迄种啊，免治诶，免治马桶，那甲新诶拢会有啦。嗯，新诶饭店，即间应该是算新诶饭店啦。新诶饭店伊就可能装较好啊，伊即门是，但是即间别墅嘛，敢若加较下啦。压迫。哦，即电话袂歹呢。嗯。水个光，好啊！看这边，来逃生，两个看者。好、哦，这入来拢爱先注意一下逃生，看你的位置伫倒位，电梯边啊，要安怎走？好，了解者。啊，再佫有迄、那个保险箱，保险箱啊，啊，这就是要咧放一寡你的种，嘛是当行李啦，嗯，多功能啊，行李啦，看你安怎利用啊，啊，这个。台面很够啊，够啥物？差不多了吧，应该不是啊。嗯，你装潢就是很现代风啊。嗯，他们是就是，他们是间接照明啊，好不好？因为光是在屋顶上面，没有直接照明。我看这间看的真正看的敢真新，咱长大已经嘛真新啊。伊总现在个伊的外表是旧的，嘿，伊的房间新的。长个景啦，啊外表看较旧，爱去整修，伊个有诶拢。我感觉已经应该较算旧饭店，伊个插座都无像现代遮尔侪，因为这专门要做饭店用诶，就是拢会较基本，特别较国际的标准啊。对啊，啊伊个应该是看旧饭店，你讲伊房间有咱入去做新诶，应该是。啊，佮伊电路无着增加。对啊，啊伊应该是装潢佮顶个都过啊，啊即间有较下啦，所以。空间无大啦，所以浴室甲迄种分开啦。尤其阮来碰安尼咧。哎呀，啊，伊无伊即马拢无衣橱啊，拢直接衣架，直接开放式的，甲长。因为你有衣橱压迫啊。系啊。各来一空间。嗯。好，电火安尼话看下嘛是，伊迄种照明灯光应该是算嘛有够光啊，无像咱顶界有去带过迄种。有一间做暗的。哦，迄真正有暗的，迄视线无盖好。好，这间伊个停车场唔是迄种机械式诶。我即摆若要带饭店，我拢会搁特别敲电话问看你啊，敢是迄种机械式诶？若是我无爱停，我爱停机械式诶吼，迄只车较长吼，足危险。风险唔够大。真正新闻嘛，定咧报迄机械式，定咧跌掉啊，定欠移掉啊。系啊，啊搁有诶，像阮同事咧讲啥物？你若伫下骹吼，若顶面要出来，爱去敲电话叫伊刷车。啊，我毋知影饭店敢爱啦。反正就是，总共就我就是无爱停机械式。你若讲即间饭店够啊偌好，我拢会先敲电话去问。伊若讲机械式的，敲掉，我就无爱啊。我就搁甘愿带较歹的，我也无爱搁带即，无爱迄种机械式的。好，即间下迄种饭店房间大概安尼啦，讲对无讲对无啊吼。差不多吧，哎，床头搁一个一片镜子。好啊，要来休困啊！哦，今仔看我入来，到即摆已经9:38啊，9:30。嗯，谢谢咱困啊，休息，要困啊。好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